扩增实境扣 AR 介绍，在 Android 的 APP 里面有一个叫扣 AR 的程式，你把它装起来，然后你到那它的网站去下载它的图，然后你可以着色，着色完之后你使用它的 APP 来开。那像我这边这个是一个冲天炮的 APP 一个图，那当你把图放到它全部的时候，它会侦测到这张图的颜色。好，你看到它立体的三只冲天炮出来，然后你画的颜色也都在上面，你可以点它，它会发射烟火给你看。好，这样还是不错的玩法的一个 APP， 这用在美术教学上面，或许小朋友再更有兴趣去帮你把颜色这一部分做得更好。那也有其他的不同的图片，像这个是圆球的图片，那你在中间的东西它就会跟着旋转。这个时候你要确保你可以看到整张图。好，你看到现在有，刚才我在这个圆形中间的东西，它就变成立体的东西。这样子的扩增实境，在教学上或许你还会可以用得到。